感觉足意外啦，因为较早的影片，落过去个像影响一个少年人对迄个讲传统文化的学习的兴趣。袂惊吗？你国小你看到迄将军安尼，足歹面的。袂啊，我做囡仔做好奇讲，到底伊是啥？所以你是因为看到在台湾的故事，斗哥去介绍志伟老师，啊，你就想要来画面安尼？我用电视资讯，我但是我冇见过。安尼今仔日好啦，拄好你讲影响你的名字，志伟老师来教我嘛，然后我就过来聊天啦，好不好？哈哈哈！志伟哥，来，是不是就是他？是，因为在我人生规划里面。这是真正费足大的苦心来去学起来，这若无足大兴趣哦，无法无代表画家呢。可以啊吗？伊来讲就好啊。民主抢先看。嘉豪啊，哦，啊你咪刚跳文车，啊你卖即卖坐车？我坐车公渡。公渡？坐几站？坐庙公才坐伫遮。啊，你遐做庙公做公渡？吓，就来这帮忙一下。我看你即卖无开面的时阵，看起来足有气的呢。你现在应该都读大学了。吓，我读大学。你大几啊？我大四。大四啊？啊！大四即卖学校无课嘛，无你奈拢坐伫遮来攻读安尼。我是下课的时候会来。你伫遮有偌久啊？在遮差不多半冬较加。半冬较加啊？啊！你是读这什么民俗相关的科系嘛？无你奈攻读走来叫做庙工。我就是对这有兴趣啊。但是你打工，你走来庙会做庙工啊，又搁跳文仔，你厝内底人敢知影？厝内底人知啊。啊，因敢无讲啊？你着国立大学读了好好，你哪会走来做庙工？因为爸爸妈妈还算蛮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这样。哦，我叫马立威。哎，你拢摕这面具来做练习咧？哇，哎，这我知，这我知，这大呀对吧？嘿，大呀。所以这全部拢立威啊？系啊，拢我威啊。囡仔时阵，感觉讲，奇怪，就是一阵会惊足奇怪，惊死啊，惊真开心啊，面为了足奇怪啊。你袂惊吗？你国小你看到迄将军安尼，唔足歹面的，应该惊较对啊。袂啊袂啊，我做囡仔做好奇，讲到底伊是啥？他们谁是谁啊？这是哪一个角色？啊，现在这个角色要画这个面，啊，现在这个角色要画这个面安尼。其实我看，就是因为在台湾故事拢会做一寡了。甲神明相关的顶个，像比如讲家长啊，还是讲啥物顶头迄类的啊。所以你是因为看到在台湾的故事，斗哥去介绍志伟老师，啊，你就想要来画面安尼。系啊。嘿，啊，所以这段时间你安尼画到即摆嘛，画一段时间啊。啊，你敢有去找志伟老师过？我用脸书私讯过他，但是我冇见过。安尼今仔日好啦。拄好你讲影响你的名字，志伟老师，诶，教阮嘛真好，我著甲来邀请来，好无？志伟哥，来，志伟哥，请。画甲真好啊，就有天分的啊。志伟老师，是不是就是他？是，没有在我人生规划里面。没有在人生规划里面。没有。手不要抖了，你笔为什么会一直抖？电话有响。好，加油。今仔日吼，咱伫这缘分伫遮。既然今天是线上师徒第一次碰面，
啊，我想讲，咱嘛借这个机会来请志伟师啊，甲咱家好提点一下，看懂咱的面谱要安怎为，啊，较会有迄个精髓安尼。啊，好，这是你第一次跟志伟师面对面的真正开兵，不是为伫抓点管啊。擅长的是哪一尊大神的脸？天吧，那个甘柳大神。啊，咱会干咩好无？嗯，会阴阳的，因为目母的配起来无同款嘛，所以咱会。阴阳的好了，哦，现在已经进入到画脸的这个神圣地领域，我已经开始听不懂了。马进，我就直接把我的脸捐出来，底下开画。好。是拢先画白底有无？啊，再落去填颜色。这个咱先砍霜，看有啥物好处吗？因为阮的色料是水油性的。白底是水性的，啊，色料是油性的，所以安尼画吼，会较迄个，较袂去水油，可以水油分离吼，脸谱会比较清晰。好，还是电话你，你用你家己的手路画。来，现在这就是咱志伟老师，正开好这边啊，嘉豪，可以啊，因为我看到咱这个面谱，它不是完全对称的，所以你照描是没有用的。没好啊，可以啊吗？伊来讲就就好啊。做一个，请你打分数。打分数哦，85分，凭他们的画法。阮民俗是讲究规定，面一定要完整。这有啥物典故嘛？嘛不是典故，算是真够完整的脸啦。哦。我爱去老去咧变加工啥物，他是白白啥物。看地还够有肉，哦，反正头盔地咧无看嘛，反正头盔包内也会无看，但是阮是望去顶面是足把定的，哦，你看我的线条足把定的，哦，啊，虽然产品的画法无同款啦，哦，这毕竟恁有恁画法的特色，我袂当去做啥物比较，哦，啊啦，啊，过来就是伊对迄个笔的掌握，伊也较无法度运用迄个笔，所以讲啥物分数也无够。啊，这是可能在你无行话，面人个面的关系。哦，85分。那是安尼，嘉豪安尼画画，你感觉安那样啊，会当互伊进步如何？其实我也感觉讲，你会当变化的部分，照这张面，哦，照恁传统个面谱落去做变化的话，你会当啥物？甲跩花纹哦，做会当变化的所在做更大的范围，种个啥物，让它更花俏一点。哦啊。可变的地方，我们尽量变。是。比如讲，你目睭甲这个视力是拢袂当改变的，佮嘴也袂当改变的。其他我讲你遮参迄张面谱无同款，遮你会当做更大范围的啥物，迄种发挥，是不是会当更灵活的运用？那个转折啦，迄个回眼的迄个灵活度，会当做更大的迄个操作，就可以交流到了。所以事隔十几年，终于在今天这个场合，因为圣公。见面学习到了，但传统领赛就是手艺啊，就靠你啊。是。那我们等一下来合照一张吧。今天特别安排，林主席心情啊？感觉足意外啦。那我竟然讲，因为较早的影片，
落过，结果像影响一个少年啊，对这个讲传统文化的学习的兴趣。我教过的学生也足济啦，但是你唔知讲咱是无熟悉的人，竟然讲一直是咧模仿咱种个啥物队伍大咧做传承啦。较早进前个王爷公甲我讲啦吼，伊讲我是伊问我，卖讲是单单是讲教徒弟也是正式的文先，安我加加加加教。我应该爱做是天下人诶，用来舒服为天下师，不要单单是得鬼的人，有甲学看入门，才来甲学，才来甲教。诶、欸，以我本身来作为，我家己本身咧对这世人对文化的学习，会当放互虾米人，会当教互虾米人，都尽量教。那有经过节目有看到的吼、哦，甚至讲当时是都影响到咯，到迄阵咱去找到讲以咱目标，以咱为目标来去学习的人。我希望讲今仔日若有看到即个电视节目的介绍，以后有需要讲，我去甲教啥物款对文化中的我所知影的，哦，会当过来透过即个节目过来找我，我真愿意传授跩通，感恩我人。